高杰，你还真来了，很有勇气啊。我有什么不敢来？大家都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你们捧着些过时的东西，怎么和我公平竞争？你别忘了，我们定制组可是董事长钦点参加年度盛典的。说传统工艺过时，那是因为你根本不懂得他们的艺术价值，丢了一个设计师该有的初心。我们都是瑞华旗下的品牌，都是公平竞争，不需要你的招待。你还想跟我平起平坐？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行了，时间快到了，走吧。你们的感情问题还没解决啊？不管你们发生什么，现在是工作，是瑞华年度盛典。记住了，千万别把私事带到工作中来。老杰啊，咱们这个首饰啊，说实在的啊，它虽然在这个盛典上，你看着虽然不起眼儿，是吧？不是那么灿烂夺目，但是我敢保证，在整个的这个盛典展会上，咱们这个是最最精致精巧的。这么漂亮的首饰，放在门庭冷落的地方，没有人欣赏，真的太可惜了。都怪我。你这个结论呢，下得太早了，展会还没结束呢。就是。啊，而且我们几个老头子，你别太小看了。啊，我们要是认真起来，那也是很有腔调的。对。我跟你说，他们想看怎么灰头土脸的，怎么就给咱轰走了，滚蛋了，没门儿，不能让他们得逞了。嘿，哎呀，我们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枚戒指，郑师傅，你赶工出来了。哎呀，看得出来呀。你是下了大功夫了，设计的真不错。作为戒指，那当然没话说了啊，就是有点可惜，就是这么提前的在展会上展出了，那要缺少点惊喜。对，少了惊喜。不是，这是用来当展品用的。那好啊，太好了，那还不如我们趁着这个展会没结束，我们这几个人好好的秀一把，自娱自乐嘛。哎，请问这枚戒指可以订购吗？订单还挺多的，怎么样，不错吧？很不错，比预期的还要好。慧慧，你真厉害，不单是一流的设计师，还是一流的销售。我怎么没觉得你特别开心啊？订单数量还不够吗？订单数量已经很不错了，只是这一次穆子云表现得太强势。按资源占比来算的话，我们跟他们还差很多。都怪雨池，我们一整天忙得脚不沾地，他一天到晚不见人影，搞什么？幸好，我妈找了安东尼奥大师来。有他助阵，一定会增加我们获胜的筹码的。吴老师把他给请来了。只要我在他面前成功展示彗星系列，让他深深认同我的才华，不用我们做什么的，行业舆论就会带给我们超出想象的收益。怎么样，
这下你不用担心了吧？能请你到瑞华，真是我跟玉芝的幸运啊。哎，要是玉芝也这么想就好了。Antonio,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 daughter, Gao Hui. Wow, it's really true what they say.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Thank you. Not only her beauty, but talent too. Let me show through my desire I've created over the years. Okay, let's go. This way. 这顶凤冠是中式婚礼中新娘会佩戴的首饰。这是一件真正的古董，是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传承留下来的。我们董事长当年出嫁的时候戴的就是这顶凤冠，虽然经历了时代的动荡，但是在老师傅们的精心修复之下，还能完美地呈现出当年的原貌。Wow, such splendid Chinese style and authentic craftsmanship. Is this your stand too? Here's the customer service. All damaged jewelry can be repaired. Furthermore.The most remarkable stuff will be presented in Ruihua Annual Award.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a feast to your eyes. Okay. 那是 Antonio， 吴小子竟然把他给请来。Mr. Antonio, we specializ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jewelry. If you're interested, I can show you more. You must like it, sir.Our schedule is a bit tight. All these fine crafts will be exhibited tonight in Ruihua Annual Award. Would you please take a closer look then? I beg your pardon.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r work tonight. This is 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能让它白白溜走。Antonio, have a good trip. I hope to see you soon. Thank you so much. It wa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Thank you. Bye-bye. Bye-bye. Mr. Antonio! Mr. Antonio! 人已经走了，追不上了。Antonio， 是圣洛朗大师赛的首席评委，当年你也是通过他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我现在不过是走前人之路罢了。Antonio， 今天晚上12点的飞机要赶回国，所以他的时间有限，只能看到首席设计师走秀而已。是吗？那么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让你看到，真正有魅力的珠宝是可以让大师为之停留的。好啊，我拭目以待。不过，要先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卡着点节奏啊！保持微笑。对，保持微笑。注意定点。这手都举得太刻意了，气质要高贵一点，你要想象自己是个公主，我知道吗？别塌腰了，已经很完美了。休息一会儿，国际大牌秀场也不过如此嘛。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他们跟国际的差远了，还得继续练。还有个神秘杀手锏要拿出来让你见识。哪呢？玉芝，你们怎么样？就差你的第二句话了。这就是我找的海外经销商负责人，前几天我不在，就是拉着他谈海外销售的事，谈的差不多了。你小子可以啊！喂，你们卖什么关子啊？
男人间的秘密。This way。这外国女孩是谁啊？我们在这忙前忙后的，她却在泡妞。别生气，于志不是不分轻重的人。走，去看看。第一排开始走。来，后面的跟上。来，转身，交叉展示。Oh wow, China style, how special! Very different from any jewelry I've seen before. Does our cooperation also include this designer's work? Sorry.That exclusive to me. 好，后面的跟上。来，转身。好看吗？还不错，比想象中的好。不过出奇不代表制胜，你代表的是趋势。但你要保证，模特一拿到首饰，马上就离开。你放心，包在我身上。好的，有的好处我少不了你。彩排的效果您还满意吧？效果非常好，今天晚上辛苦你们了。您放心，这都是我们最好的模特，尤其主秀模特，都是多次走过国际 T 台的准一线模特。你们瑞华的秀啊，我们一定尽心尽力。谢谢你们支持。喂。你打算一直跟我冷战下去吗？我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先撇开那件事情不谈，现在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根本不一致，越说越错，越错越容易争吵，还不如不说。还说你不无理取闹？我们之前都好好的，怎么就价值观不一样了？人是会变的，很多事情跟我最初想象的不一样。就像对定制组，我尽了全力希望去保留，而在你眼里，它不过是部门竞争的一枚棋子。如果是看了你的彩排之前，我或许是有这样的私心。不过你也说了，人是会变的。我设计的戒指，我想看看你这些天到底在倔什么，就托人去买了你的作品。我还真以为有这么爽气的客户，原来是你。那你觉得怎么样？很惊艳。你的作品呢，跟主饰多么炫目无关，而是回归到了设计本身，可以镌刻出佩戴者的故事。如果能当做订婚戒指的话，真正能表达出珠宝铭刻真情。你真的这么觉得吗？不会认为无法量产就没有市场价值吗？这是一枚
匠人用心打造的作品，是那些工业化的作品无法替代的。我也明白了，你这些天为之努力的到底是什么？你的作品有温度，既美丽，又可以感染所有人。可是，等老师傅们退休之后，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不会的。所以，我收回之前我说的话。我也明白了，你为什么一直要坚持把这些工艺传下来。我也不希望瑞华未来的作品是没有温度、没有情感的。所以我支持你，在发扬中国传统首饰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你真的愿意站在我这边？陪我一起走下去吗？当然了。那如果让我来替代高慧，成为你的左膀右臂，你愿意吗？你在犹豫。高姐，我所想的是，你是真的要替代他，还是因为知足？你别回避话题。我没有回避话题。你在我心里是无法替代的，因为我对你的爱那么深刻，那么珍贵。而且我也说过了，高慧仅仅是合作伙伴。我知道借助吴小慈和高慧的力量，可以让你快速在瑞华打开局面。可是从我进瑞华以来，高慧对我使出的那些不正当的、卑鄙的竞争手腕，你都亲眼目睹。他的为人你也应该很清楚。难道你还要跟这种人一直合作下去吗？如果沉默就是你的答案，那么我想我已经明白了，我也不会再强求了。漂亮呀，谢谢。林董事长你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圣罗朗大赛的评委会主席 Mr. Antonio。 This is Miss 林雪， The chairman of the 瑞华 group。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sir. Hope that we may have a good chance of collaboration. It's really a 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ome wonderful art. Thank you. Thank you. Please. Thank you.哎呀，这次真好啊！好多老客户啊，特别捧场，纷纷提高了订单量。素金组这一次的销售量，一定会创新高的。你在素金组，我对素金组的业绩毫不担心。哎，不过镶嵌组这次也是人气很旺的，那个展台前面啊，人挤人的，所以我相信镶嵌组这一次一定也会有很好的销售额。那就谢穆总吉言了，回公司汇报的时候自然见分晓。你们两个组都很好，只是定制组。哎，妈，时间快到了，我们先做吧，要开始了啊。女士们、先生们，现场所有尊贵的来宾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瑞华品牌年度盛典的现场，今晚瑞华将带给你们一个不一样的绚丽夜晚。那么首先
让我们有请瑞华董事长林璇女士上台致辞，掌声欢迎。非常荣幸，我们每年的今天都会在这儿相聚。瑞华走过了40年了，我们从一个小小的作坊发展到拥有自己的品牌，甚至像今天我们的产品远销到国内海外，我们是幸运的。我们一直踩着国家改革开放新的浪潮，和我们同行一起奋力向前。瑞华能取得这一点点小小的成绩，要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客人，感谢我们瑞华努力奋斗的员工，感谢我们这个新的时代。40年了，我们一直走来，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很多，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看到了这个行业的起起落落。珠宝有一度被说成是封建的糟粕，也被说成是炫富的象征，可是珠宝它的本质是传递真情，美好传承。今天只有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向往幸福生活的时候，珠宝才获得了它原本的寓意，走进千家万户，用设计为每一个普通人铭刻真情，这也是我们瑞华的理念。好了，下面请大家欣赏我们瑞华作品发布，欣赏我们匠人的一片真情，感恩时代，感谢你们。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林董事长，做了非常好的总结啊，为我们今晚这场精彩的盛典做了一个完美的开篇。铭刻真情，祈愿幸福。下面请欣赏瑞华珠宝素金组精品展示，掌声有请。这些都要收掉啊。待会儿记得要吸一下油。哇，腮红也可以再重一点，还有发型也要整理一下。高级啊，这些都是你选的模特啊，好美啊。当然了，尤其是那个珠绣好好看。我是看遍他们公司所有的模特才选出来的，论气质都是最适合展示今天的珠宝作品。嗯，可以说是整个展示的灵魂，他的秀是最重要的，不能出一点差错。瞧你这一脸严肃的。定制组的命运就在他手上了。嗯。
慧慧，这素金组超时了，怎么还不结束啊？要影响到你的作品展示怎么办？大师一会儿可是要走的。放心，等一下我会亲自上场，把最好的呈现给最重要的人。最好的呈现一定要不急不躁，千万别心急啊。重头戏就是应该多花点时间，最后剩点时间给那些没意义的小作品过过场就好了。啊，我知道你的意思，谁让定制组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出场，又不是压轴秀，干脆别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了。穆总，你们准备抄到什么时候？哦，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我们素金组的展品确实是多了一些，不过还是要从瑞华的大局考虑，定的规则不能随意改变。紫云啊，你去催一下。哦，抱歉，董事长，的确是我没有把握好时间，不过还好啊，镶嵌组不是最后一组，所以应该影响不到吧。倒是定制组，我听说他们真的花了好多心血去准备呢。镶嵌组一会儿把时间要赶回来啊，尽量还是要争取每个组展示的时间都要公平。镶嵌组的展品也非常多，能够准时结束已经非常勉强了，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挤出来给定制组，不如这样，要不我们拉长结束的时间，请穆总跟所有的来宾们都说一下，让大家多等一会儿。这样的小事儿，穆总，相信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时间比预定多了10分钟，这个点定制组都应该上场了。镶嵌组如果再拖延时间的话，定制组完全可以不用上了，盛典可以直接结束了。你去看看新郎那边准备好没有？嗯。现在只能与时间赛跑，尽可能为台上多争取一点时间。好，那我去了。高小姐，高小姐。如果赶时间的话，主秀珠宝赶快给我，模特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镶嵌组一结束呢，我们马上就上台。主秀作品在这里。高杰，新郎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上台。哦，好。
production of 彗星 is coming next. Oh, that's the one I've been anticipating.下面有请镶嵌组展示核心产品彗星系列，而展示的模特正是我们镶嵌组优秀的首席设计师高慧。 转身的时候，整个舞台整个亮了。干什么呢？你冲我嚷嚷什么？你怎么不去问问高慧他干了什么？他买通了模特经纪人，让高洁的纸绣模特拿到珠宝叫玩消失。我说小雨总，你口口声声说喜欢高洁、爱高洁，可你却在明知道高慧什么路数的情况下。 这不是你们定制组的背景吗？我也不知道啊，本来通知上场的时间的一再个延迟，全乱套了。表姨，请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高慧让我压轴出场，我猜他一定会超时故意拖延。他根本不会给定制组留足够的展示时间。 可是这个时间一旦安排好了，就很难有办法改变。就算是素金组可以压缩时间，我觉得也很难帮到你吧。正相反，我希望素金组能拖延10分钟。拖延？对，拖延。可能是后台出了点问题。不过其实不管是谁先上。 Is that the girl I saw this afternoon? This is an important pastime. The main place is Gao Hui's show. And the pieces that she's wearing, will they be in the heart seals?
跟我玩阴呢？我现在就去拆穿他虚伪的嘴脸。慧慧，你别冲动，你听我说。瑞华盛典对于公司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所有的供应商还有珠宝界的名流全在这里。你现在去跟高姐吵一架，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只会坐低我们自己，而且会被董事长给砍低。我咽不下这口气。你听我说，没有到最后，我们就还有机会。只要最后展出的作品是慧星的珠宝，我们就可以翻盘。事已至此了，还能有什么办法？你的意思是？你怎么搞的？我不是说让模特把高杰的首饰给拿走吗？这现在，我跟他要首饰了，谁知道他给了我之后又要回去了，突然说要自己登场，我总不能扑上去抢吧？行了，别说这些没意义的事了。这样，你让扮演模特的新郎把这个带上台，然后让他用慧星的戒指跟高杰求婚，让他一定要说慧星的广告词，记住了。你给我认真点儿。你都听到了，能不能击败苏星组就看今晚了。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应该不会向着他们吧？现在登场的这一套展品，是我们瑞华定制组纯手工打造的古风婚嫁系列，每一款首饰都承载着匠人的一份祝福。这款手镯名为生生不息，设计灵感来自客人委托修复的一只翡翠冠镯，设计师取原来手镯的一部分，用传统花丝镶嵌工艺重制了另半边手镯，并镶嵌玛瑙、珊瑚等材料，使其产生别样的冲撞美。设计师希望借由这枚重圆的手镯告诉人们，情感世界总有风雨，然而不破不立，不离不弃，终会收获繁花似锦的人生。设计师佩戴这款尘世之爱项链，选用红宝石为主石，并用红色珐琅使其不凡。另外别具匠心地选用了瓷片镶嵌出片片羽翼，灵动又不失东方风雅。每一颗平凡的心都值得被守护，而每一个相信爱的人终会遇到那个穿越风雨愿陪他走到最后的人。此外，瑞华定制组也希望借此机会传达他们的创作理念，最有价值的珠宝并非明镜珍宝，用设计创造不凡，这才是匠人本色。现在新娘已经巧做红妆，只待新郎上场了。展示的肯定是你设计的戒指。我就知道他有办法，他从来没让我失望。
是要拉我下台的吗？之前你问我，你和高慧之间，我会选择谁？你想听到什么样的答案？慧心的首饰盒，你最终的选择还是慧心吗？设计作品的珍贵之处就在于阐述情感。我所有说不出来的情感都在这枚戒指之中。高杰，我从这枚戒指之中看到了你的初心，请让我用一生去照顾他。高姐，这一次我是认真的，也不是为了宣传造势或是写好的剧本，可以说这次纯属是冲动，但这就是我的心意。因为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想让你做我的新娘了。我还以为你上台是为了要展示高慧的设计，没想到竟然是……A young man gets down on one knee when he wants to propose. Show your devotion. Sex voller heads up.起的，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呢？不知谁和我虚度着漫长时光。于芷，我的犹豫和爱情无关，我是在担心你。一旦接过这枚戒指，就意味着你和我的人生从此捆绑在一起，悲欢与共，祸福相依，未来的日子不可能这么平坦，这些你都愿意跟我一起承受吗？这枚戒指里面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爱，也铭刻了我们的真情，是多么的珍贵。就像
我们在东南亚的雨林里经历了生死，在那种情况下，我对你不离不弃，你对我无条件的信任，还有什么事情能把我们的心分开吗？所以，能嫁给我吗？漫长时光里，爱离我几公里，我一路找寻，只怕错过了你。只要守我记忆，任凭山川流离，时间最值得。Casanova, you may kiss the bride. 遇见你啊，带给我所有所有的偶然旋律，生命中早就已注定的灌溉。遇见你啊，我终于想。真是不简单，我太小看他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高杰，没想到他居然心机那么深，他一定是看出了我喜欢于之才会去勾引他的。于之怎么可能被他骗了？慧慧，于之哪有你说的那么无辜？他是在利用你，难道你没看出来吗？于之不是那样的人，一定是高杰，他被高杰骗了。我要去揭穿他，不能让他们在一起。慧慧，你千万要冷静。这个于之于毅一直在给你下套，特别是这个于之，他是在利用你的感情。不是，不会的，他们不是这样的。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我不能接受。慧慧。慧慧，我知道你很生气。全场都在热烈祝福，你出来干什么？我一直以为于之是一个可以把工作跟私生活分开的人，但没想到我看错他了。你以为？你也事先知道他们的关系？全世界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只有我被蒙在鼓里，是吗？我妈说的没错，你们所有的人联合起来骗我。我承认，我承认我确实是知道，而且我也劝过他们。但是我没有想到，于之对他的感情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料。你说的这番话，无非是想说他们俩才是真爱。于直能为高杰冲昏头脑，那我呢？你们把我当什么？慧慧，你对于于直的感情我全看在眼里。我之前提醒过你们，不合适。今天就算没有高杰，也会有其他人，对吧？好，你现在知道了，所以。
对你来说，放手应该是好的选择。不可能，一切都是阴谋。高家不是真的爱玉芝，我一定会揭穿他的假面具，把玉芝赢回来。你就真正爱玉芝。I never expected to see such a romantic spectacle so far away from home. I couldn't help but get swept up in the moment. Please, please forgive my passion. I got my girl, thanks for your person. It seems like our young bride is a little bit nervous, but don't worry, my dear. In my country, when a man does not treat his woman right, he's likely to get punched. If our young friend here crosses the line, I know where to find him.I almost got you to be our witness. Mr. Antonio, thank you for your blessing. Miss Gao, your designs are unique, enchanting, and an authentic Chinese style. I'll be sure to sing your praises when I get home to everybody.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gain. Arthur, thank you so much. Hey, Antonio 要跟瑞华合作了啊。Antonio 看中的作品啊必定是下一季大热的款式，我们啊得赶紧去下单了。来来，啊好，李总，谢谢捧场，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到时候再聊哈，谢谢。哎，董事长，谢谢捧场，恭喜恭喜啊，谢谢谢谢谢谢，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订单的事情我们再讲了，好，谢谢捧场，谢谢谢谢谢谢，林董事长，哎呦了不起呀，瑞华年度盛典，真是给珠宝行业立了个高标杆。让我们这些同行相形见绌啊，谢谢捧场。我还要衷心的恭喜孩子们的喜事要到了，你看这些孩子多浪漫呐、啊！我听说安东尼奥对高洁的设计赞不绝口，有这么好的这么大的事，穆总，高洁居然瞒着我，也应该很满意吧？哦，啊，那是当然的。哎呦。今天的男女主角来了，于芝，恭喜啊！谢谢。奶奶，今天的事情呢，我没有提前跟您打招呼，对不起啊，我回去仔细跟您报备。俗话说，女大了不中留，我看男的也一样。你都在那么多人面前见证求婚了，我还能说什么？哈哈，你看，我就说了。林董事长一贯是通情达理的人，嘿嘿，这么郎才女貌的一对儿，能不支持吗？谢谢，我走了。谢谢谢谢。奶奶，再多人证婚也没有你帮我们证婚好啊。高姐，你跟于芝谈恋爱，你们家里人知道吗？他们会不会答应？你考虑过吗？对不起啊，董事长，的确是我操心操的太多了，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行吗？你这两天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怎么了？刚刚穆子云的话让你不舒服了？没有了，我在想订单的事情，回去还要跟蔡师傅合计一下，我还是先回去好了。不会耽误你太久的，一顿饭的时间，走吧。高姐，你今天居然抢了主角的戏份，恭喜你啊。不过我要奉劝你两句，用这种诡计得来的东西都是长久不了的，别高兴得太早。我很认同你这句话，但是这句话送给你自己更恰当。你说什么？吴小慈老师，我很敬重您，也希望您尊重我的未婚妻。哼，于芝，你真是爱妻心切，你了解他吗？他在背后用了多少手段，
耍了多少心思？他跟你吃了什么迷魂汤了？他居然骗着你向他求婚。今天在台上所有的决定呢，都是我自己的决定，跟高杰无关，他也完全不知情。我跟高杰的感情也很好，不存在谁欺骗谁。哦，对了，在工作中呢，我敬您是前辈，您所有的指点我也非常感谢。这种感情的私事，您还是不要掺和。你自己的决定。那撤了镶嵌组的表演也是你决定的，作为镶嵌组的副总，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团队吗？你对得起慧慧吗？其实高慧自己心里呢，比我更清楚，她到底干了什么，是谁用诡计去陷害自己的竞争对手。董事长说过，我们瑞华内部要齐心协力，如果他这个事情传到董事长的耳朵里，恐怕这件事情不好收场。我是在替他闪光。就算慧慧做了什么，那也是为了你镶嵌组的利益。于芷，你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你现在居然事业也不要了，你是不是连瑞华和我们慈恋的合作也不想要了？瑞华和慈恋的合作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商业合作，但是这段日子呢，你们慈恋好像只把瑞华当作高贵的练兵场，当初答应的资源也迟迟未落实，我很难看出您想合作的诚意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很简单，我和于毅非常看重您的合作，也非常想跟您合作。当初答应您的资源也一样没有落下，我们也不会单方面的解除合约。不过呢，您要是觉得除了瑞华，慈恋还有更好的合作平台，我们绝不阻拦。至于我们首席设计师到底还是不是高慧，完全取决于您还有高慧。真是昏了头了。哦，对了，在工作之余呢，我想有绝对完整的人身自由权利，还希望您不要干涉。刚才求婚太仓促了，没有花怎么行呢？可是这么晚，我又不知道去哪里买999朵玫瑰花，我只好让严凯准备了烟花。只有这里才能放，希望你会喜欢。烟花？这是我见过最绚烂、最美丽的花。在你出现之前，我的生活平淡无奇。因为遇见你，才让这一切变得精彩起来。谢谢你。是我应该谢谢你。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攀岩吗？除了追寻刺激以外，更是因为有一处风景可以让我停下来。可是自从遇到你之后，我才有了不管去到天涯海角都要回来的理由。因为只要有你在，家就在。之间发生了什么，你都要相信
对你的心是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也是真的，想要跟你度过的每一天都是真的。牵着我的手吧，不用表白。怎么了？你有事情瞒着我呀？让我们去爱，就是现在。只要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真的，一切都不重要。于芷，从这一刻开始，我会放下所有，真心以待。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勇敢的。拿出来，拿出来，接着打呀！打那个，打那个，打那个，那个，那个。哎呀！拆拆！今晚随便喝 ，Oh my god！ 哇！你买单？那我得谢谢你，来，对一个。干杯！干杯！谁呀？他是我朋友。谁是你朋友？骗子！哎，听到没有？人家根本不认识你，你在这装的哪门子？我告诉你啊，趁着我没发火，赶快给我滚！走，妹妹，带你喝酒去。喝酒！放开他！你。是我最在意的师妹，我不能看着你胡闹。一个学校的人这么多，每一个你都要管啊？你跟别人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可以被利用吗？不接近我，是不是因为我是吴小慈的女儿？没错。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慧慧，阿海，你怎么才回来？慧慧的电话一直都打不通。说不定放包里听不见呢。哎，他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担心。不要担心，你当然不担心了。你的那个大女儿把慧慧喜欢的人给抢走了，今天在瑞华的庆典上当众求婚，简直就是给慧慧难堪。你是不是
还准备买份大礼去恭喜一下。你又胡说什么？小杰又要工作，又要照顾他妈，哪有心思跟慧慧过不去啊？咱们能不能好好过日子？别总盯着他不放，好不好？是我盯着他不放，高海，现在是他不让我们好好过日子。你去问问，国内的珠宝圈哪个不知道他勾引瑞华的余植这件事？小杰，小杰，你心里就只有这个小杰，慧慧被他伤害，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小杰不是这种人。什么误会？你去问问你的好女儿，她自己敢承认吗？蔡师傅啊，没想到这批订单经过核对，数额竟然还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呢。这下我总算可以给师母一个比较满意的交代了。高姐啊，嗯，这余植昨晚才刚向你求婚，你怎么不去陪他？你回来陪我加班？你这个工作态度啊，真是难得。我们定制组有你，算是捡到个宝了。哪有？跟你们学习的这些日子，我才是受益匪浅呢。你在干嘛呢？我想你了。要不要一起吃早饭啊？别闹了，我还在酒店核对订单。快结束了，不过你别过来耽误我工作。我才没那么傻呢，会耽误你的时间。我巴不得你早点工作结束，好搬回来呀。那就不好说了，可能忙着忙着就天黑了，然后再看情况，在外面凑合一晚上就算了。我作为房东正式通知你啊，高小姐，你要是再不搬回来住的话，你的那间房我就租给其他房客了。到时候你只能委屈跟我一间房了。好了，今天晚上回家。好了，晚上见。嗯。回个电话给我。